2020年12月3日，圣方济各沙密律纪念，尼撒读经分享。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。分享，耶稣明白人的软弱，信心薄和心硬，使人难于相信天主的大能。耶稣所做的一切已显示出天主的爱，而耶稣的复活更是超乎人的理解，这却显示天主的大能。我们唯有在领受了圣神之后，才有稳固的信德。坚定的信德加强对永生期待的望德，扎根于望德就推动热切的爱德。关心所有人的得救必须有熊熊的爱火，努力研读圣经，恳切祈祷，活化爱德生活，实践真福的教导。这种全人投入的福传，主必与我们合作，并以奇迹相随，证实所传的道理。圣神必要藉我们这样的全福音行动去转化人心，使之归依天父。正好像圣咏117篇说，因着天主的仁爱和忠诚，我们全福音便会使万民赞美天主。保禄鼓励我们要接受全福音的使命，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天主白白的恩赐，所以我们要分享这福音的恩许，使人人都能共沾救恩的喜乐。天父，你曾藉圣方济各沙密律的宣讲，引导了众多子民归依你，求你赏赐信友们都充满着圣人一样的信仰热诚，好使教会在各地能迅速拓展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罗拔神。